小龙，小龙，大家平安。巴鲁卡哈宣雅乌瓦，巴鲁卡哈宣雅乌苏瓦，称颂圣名雅乌瓦，称颂圣名雅乌苏瓦。今天我们要来学习的是以赛亚书26章4节。你们当依靠雅乌瓦，直到永远，因为雅乌瓦是永久的磐石。比特呼拜雅。乌瓦阿德阿德基贝亚亚乌瓦 tree around me。 在以赛亚书26章4节当中，今天我们会来认识8个单字。在这8个单字当中，我们会透过拉丁英文的辅助发音。拉丁英文的辅助发音来认识现代的希伯来文。第一个单字依靠 ，bethu， bethu。第二个在什么里面？它是介系词哦 ，bei， bei。第三个直到永远 ，ade ad， ade ad。第四个因为 ，ki， ki。第五个呀呀呀乌啊跟呀乌苏啊的简称。第六个关键字哦，看到这四个现代希伯来文，它的发音是 yo 的，嘿哇嘿哟嘿哇嘿，天父爸爸的上古希伯来文发音呀乌啊呀乌啊。第七个岩石磐石 tree tree。 第八个长久永远永久的意思 around me around me around me。 在以赛亚书26章4节当中，在你如果是看到这旁边是两条斜线，如果是歌曲的方式，它就是唱两遍的意思，两条斜线。那在26章4节的第一句，你们当依靠雅乌啊，直到永远。Bethu by 雅乌啊 ，Ade ad。Bethu by 雅乌啊 ，Ade ad。第二句，因为雅乌啊是永久的磐石。Ki beya ya uwa tree around me. Ki beya ya uwa tree around me. 再复习一次哦。第一句 ，bethu by ya uwa ade ad. Bethu by ya uwa ade ad. Ki Beya ya uwa tree around me. Ki beya ya uwa tree around me. 我们现在可以透过歌唱的模式来更容易的记住希伯来文的发音。比特胡拜亚乌啊。阿德阿德比特胡拜亚乌瓦阿德阿德基贝亚亚乌瓦 tree around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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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特胡拜亚乌瓦阿德阿德比特胡拜亚乌瓦阿德阿德基贝亚亚乌瓦 tree around me 基贝亚亚乌瓦 tree around me 基贝亚亚乌瓦 tree around me 基贝亚亚乌瓦 tree around me。
你们当依靠雅乌瓦，直到永远，因为雅乌瓦是永久的磐石。比特呼拜雅乌瓦阿德阿德，基贝亚雅乌瓦 tree orang mi， 巴鲁卡哈宣雅乌瓦，巴鲁卡哈宣雅乌苏瓦，称颂圣名雅乌瓦，称颂圣名雅乌苏瓦。Hallelujah, Hallelujah.